13億人の威厳と誇り。勝つのは日本か、中国か。男たちの夢と人生をかけた最強を決める戦い、男子決勝、日本対中国。日本金メダルだ。这一段时间，各位老妹子起早贪黑的看比赛，舔男神，想必累得肾也虚了，眼圈也黑了。不过各位别着急，贴心的吴哥宝宝也特意给各位准备了机场男神合集，看看谁家的老公魅力值 max 呢？不光出口外粉丝多，大批粉丝还选择了乘坐同一航班追随偶像行程。陈美婷戴着墨镜和耳机，身穿白色外套，额前掉下的一绺刘海更是酷劲十足。不过围观人群里有位吃瓜大妈的发问，把大家都给逗笑了。虽说陈大佛爷身手不凡，可无奈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， 虽然被六名保镖壮汉手拉手护在中间，但人群包裹得太近，脚底下似乎还是被谁绊了一下。陈伟霆低头看了看，继续往前走，上电梯时还不忘冲迷妹们招招手，得到爱豆回应的老妹儿更是疯狂地向老公喊话，三千。有如此之浪之热的后宫佳丽三千，夫复何求啊。受到10000点暴击的吴哥刚送走陈伟霆，就迎来了狐狸杨洋。这回杨洋是来机场搭飞机出差，轻易地把豪华至尊迷妹粉丝送行团收入囊中。近距离接触偶像，可要好好把握机会。这位迷妹就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示范，大胆上前跟杨洋搭话，得到了杨洋的注视。迷妹马上高兴地比出 V 字手势，却意外收获了杨洋送出的隐藏大礼包——杨洋至宠溺微笑。一路陪着杨洋来到安检口，眼瞅着爱豆就要飞离自己身边，粉丝哀鸿遍野，开启了18相坐模式，对着杨洋更是猛拍照片。不过很快工作人员出来提醒大家，安检一会儿别拍照啊，粉丝也乖乖听话了。安检结束，杨洋重新戴上墨镜，用手轻轻整理头发出发，他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留下身后的粉丝发出哀怨的叹息。目送杨洋远去的惆怅马上就被老干部霍建华打散了。新婚的老干部身姿飒爽，简单的棒球帽加口罩双肩包，自己拉着行李箱一个人大步流行走出来，手上明晃晃的婚戒不知道刺痛多少迷妹的心。看到守在出口的粉丝，霍建华一秒绽放笑容，熟络地打起了招呼。五哥都从老干部的眼里看到笑意了哦。不过看见粉丝高兴归高兴，马上霍建华又回归了老干部本格，开始和认识的粉丝聊天，还问人家乖了吗？说的迷妹直发懵啊。五哥觉得霍建华要是不当演员去当教导主任，这画风貌似更统一呢。走到室外，粉丝呼啦围上来要求签名，霍建华也都一一满足，貌似是签红了眼。老干部看到五哥的摄像机还抬手要签，要签一下。签完名安抚好粉丝，霍建华走到车库跟大家拜拜，还老干部附身和粉丝代表握了个手。